得蘸这么，弄完再蒸一遍。我们吃焖面，豆角有土豆，给你点菜吧，对，我先给你盛盛，连菜带饭都有吗？对，连菜带饭。哎呀，一看就好吃。豆角不好吃啊，太难吃了。为啥？你再说豆角能好吃吗？再说豆角肯定不好吃。焖面，嗯，行、嗯。豆角不好吃吧？好吃吗？还行。行，行，豆角还行。你来了，焖面，我是用那个，我是用骨头啊，煮那个大骨头的那个汤，炖的豆角，排骨汤啊、哦，排骨汤。焖面好吃。嗯啊，嗯，真的，你说呢？嗯，我发现吃这个得弄蒜。拿蒜。这个蒜，今天面老香了。我是没有肉，我把肉都给你了。等等等，嗯，等等。这面确实好吃嘛，嗯，确实好吃。我说吃槐花馅包子。老李昨天去超市买的这个面，我说那吃焖面吧，他又买的豆角，是我想吃的，对。名不虚传的啊，什么呀？名不虚传的。面条大王嘛，
陕西、山西、河南都爱吃面，对吧？这家伙整多了，这一盆的，没下不吃，一溜就行了。下不一溜，要不再来点？咱俩够吃了吧？